那个是不是也有在打？我已经跟你改讲讲了，到今嘛还袂找到。还是回去啦，这样比较快，骑车比较快。啊，等下去，发动下去。 本分局昨日上午4时许接获情知，在八德区重庆街疑似有人持有非法枪械，经本分局视为派出所及侦查队，循线查访埋伏，当场查获林姓男子持有改造手枪及子弹等相关证物，本案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枪支来源。